是你的身强体壮的刀哥。很多人跟我说，刀哥，那么多爱你的人说了那么多爱你的话你不听，为啥偏偏去在意杠精的话呢？宝贝们，你们对我的爱我都有收到，但是杠精的嘴我虽然撕不了，那我也得照应一下。你们关注我久了就会知道，刀哥不是啥好人，我可没那圣母心，别人骂我我必须得骂回去。很多宝贝看到我视频下方有人骂我的评论，然后发现我都没有回复，就觉得哎呀刀哥好大度啊，刀哥好不斤斤计较。错了，我不回他只是因为我懒得打字，这不都在视频里面等着他呢吗？我有求必报。就现实生活中有人骂我一下子，我都想法设法怼回去，别说在网上了，我能惯着你真是开玩乐。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妈呀，谁都得惯着你。而且都到现在了，2019年了，居然还有人觉得女人整容是为了男人。前段时间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女孩子因为隆胸然后导致死亡，下面你知道有一条评论说啥吗？说的哎呀都结婚了，她老公对她也很好，为什么还要去隆胸呢？死了也活该，洗洗你的狗嘴。我觉得你在侮辱狗。那今天刀哥就来说一下的现在市面上大火的针剂类项目。那其实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价格便宜，操作简单，随打随走，效果又不错，就被包装的非常完美，就好像打他们没有什么缺点，是这样吗？今天刀哥就来带你们揭秘一下这些针剂类项目背后的惊天大骗局。没有别的，我就希望大家看完我视频之后，下次整形的时候能把脑子带去。本店诚信专营，智商充值服务，价格公道通俗，无锡只需5块钱，5块钱去不了美国，去不了欧洲，不如充个智商吧。不要因为别人说你丑，说你要整，你就去整，而是你自己真正觉得我需要整，你才去整。整你要时刻坚信，丑怎么了？只要不照镜子，恶心的就不是你自己。有没有点道理？像我都不照镜子，就恶心你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就来说一下美白针。就我们从小就被洗脑，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可不可以打，到底有没有效果，到底有没有副作用。今天刀哥告诉你们答案：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这美白针是啥东西啊，啥成分。市面上所有的美白针都逃脱不了这三种成分：维 C、传明酸、谷胱甘肽。那维 C 是干啥的？大家知道啊，美白、加速愈合、加快新陈代谢。传明酸呢，它就是抑制黑色素的生成。那谷胱甘肽呢，它就是咋的呢？我想一下，我给我看一下啊。抗氧化解毒，抗氧化解毒，保肝护肝，它其实是用在就是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一个治疗上面的。那现在市面上大火的有什么？日本铂金美白针、台湾贵妇美白针，还有意大利美白针，小则几千，多则上万。你甭管它效果好不好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所有的美白针都是没有批文的，卖它。那还有问我有没有副作用的？你猜，你好好猜。你别让我猜，我猜不明白。反正国家没给他批文，我也不知道用户啥，反正刀哥跟党走。那现在大部分的工作室还有美容院都在干着这骗人的狗的，但是不是说正规医院就不打了，正规医院尖呐，聪明啊，给他换个名，哎，包装一下子，你就不知道他是美白针了，但打的还是自个玩了。或者他说哎呀这是医院调配的，拥有专利的，能让你全身美白的东西。来，我看看他那个专利证，诺贝尔没给他颁个奖啥的吗？刀哥为了跟你们讲的清楚明白，托人买的这些美白针，我没卖啊，我也没打，我这不犯法啊。这个是意大利美白针，日本铂金美白针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些东西，成本往死了撑，几百块钱，最贵的就是这个意大利美白针，800块钱。你们知道那些美容院啥都咋卖吗？8888，19988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你看就这种的，包装的还挺好看的呢，一共5种东西，能打4次。这种的，你至少你买来，哎，几百块钱拿的，对吧？就甚至假的还几十块钱。你要是打了，你可以这么安慰自己：哎，我是个天才，几十块钱的假药，我才花8888块钱，不像隔壁老王的洗泡，哎妈，就医院自己给调配的，就十几块钱成本，还花19888咋的？还说，哎呀，在医院打。咋的呀？说我这个不正规，他多傻！是你特别聪明。维 C 几块钱，传明酸贵呀，130块钱一斤。那肯定很多人会说了，哎，我知道它成分便宜，但是我要的是医生的技术。给你点赞，手动的静脉注射难度可老大了。我上次感冒，那护士找我血管扎2遍都没扎上。哎，来，你们看我这血管，你看我这血管多粗，就这大粗血管的扎2遍都没扎上。这技术真的气死我了，我就得花10000块钱，我找个牛逼的技术一下子给我扎上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就每次我都苦口婆心的给那嘎讲，就和那些经理人。有一天我要是死了，肯定就是让你给气死的。听我一句劝吧，宝贝们，不行，真不能打，好不好？不打的，刀哥，吻你。
有人该说了，等我再别吻我，我打去了啊！也不要再问我有没有效果了，没批文咱不打就完了。如果医院非要让你打，甭管他们咋劝你，跑就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溶脂针和瘦脸针，很多人都分不清他俩啊。那我先来把他们两个从作用原理上来给大家区别一下。瘦脸针作用的是咬肌，你打在咬肌上，然后咬肌阻断神经递质的传递，那引起肌肉萎缩之后，那你这个脸就小了。那个溶脂针呢，它是你这块不有肌肉吗，它不是脂肪吗，它把你这块堆积的脂肪给它溶解了，所以呢脂肪的体积量就减少了，那你这脸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多肉了。那瘦脸针呢是肉毒素，我在5月1号的视频当中有给大家讲过，如果你的咬肌肥大的话可以打，效果很明显，只要你找对医院找对医生，然后用正规的药品，不要被他们换药就 OK 了。那我之前录那期视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，录的老好了，真的值得一看哦，给自己打个杠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说的是溶脂针。溶脂针是啥玩意儿的啊？它是从大豆里面提取出来的。磷脂酰胆碱，就是它通过植物当中的细胞膜来使那个你的脂肪酸被气化。它这个效果好不好我没打过，但是它能火我相信它一定是有效果的，不然不可能骗了那么多的人，大家也不可能都那么傻，对吧？一个两个傻都那么傻吗？是的。但是目前我没有听过哪个溶脂针拿到了国家的批文，我也不说一个没有啊，可能我这人见识短浅，我不知道。录这么多期视频，我发现了说多错多，所以我现在就说我没有查到拿到国家批文的溶脂针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啊。有的品牌可能是它拿到了国家批文，但是它很低调，它就猫起来，谁查我我也不出来，谁叫我也不出来，所以我没查到，这种也不是没可能，你们说是吧？就当是是啊，弹幕哥们给我告诉我是。那接下来说的就是小脸针，就是这个就很神奇的，就我一听这个名我就知道它一定没有批文，什么韩国6D小脸针，什么国产7D小脸针，就这玩意儿它的神奇的地方是啥啊，我都不用说它成分，我就说它的效果，你们一听都害怕，它就是等于一个溶脂加提拉紧致的效果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打完就见效，对你没听错，打完就见效，就你打完之后揉，肉少了，脂肪没了，上去了，提升了，不害怕吗？你们自己品吧，多了我也不说了。觉不觉得它没有批文是有原因的？好，那今天说的就是这三种针，是现在市面上大火的，都没有批文的，而且受骗的人非常多的。昨天我助理其实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的你这样搞下去，我估计那些医院都恨死你了。其实我从我开始录第一期这样子医美爆料的视频，就有宝贝们在私信我，让我小心点什么的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儿。我虽然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，我虽然没有办法让这些无良医美消失，但是我能做的就是让关注我视频的这些宝贝给他们提个醒，点着点着他们，让你们不被骗，我觉得就行了。我也不是圣人，我看到大街上一个人去工作室了，完了我就拽着他，哎呀你不能去啊，这不好啊，你看人家踹我不？而且我看到一个工作室在大街上我就去报警吗？我有证据吗？还是你们想让我以身试险呢？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你咋不去呢？要不去，好事都你的，坏事都我的，天上哪有自己干啥的买卖。哎呀啊，没事好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期视频里面又学到啥东西呢？如果学到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帮我把这期视频收藏，真的要收藏。对刀哥来讲，真的收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临走之前再帮我发3条疯了弹幕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